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小朋友们喜欢吃水果吗？今天呢，我们跟着猪猪侠和菲菲用彩泥和模具制作美味的水果，好不好？首先介绍一下我们需要的颜色有哪些，有绿色、紫色、黄色，还有橙色。这里有个滚筒，还有模具。首先我们用紫色的彩泥，把彩泥放进模具里面，然后呢，再用绿色的彩泥当做水果的叶子。用滚筒把彩泥压平，好了，美味的水果制作好了，把它取出来。看看这是什么水果呢？小朋友们有认得的吗？是紫色的，一颗一颗的水果，是美味可口、酸酸甜甜的葡萄哦。有黄色彩泥，把彩泥放进模具里面，压平，然后再用一点绿色的彩泥，用滚筒同样压平。制作好了，取出来吧，看看这是什么水果呢？黄色的，一根一根的，是香香甜甜的香蕉哦。接下来用橙色的彩泥，同样放进模具里面，压平，再用一点绿色的彩泥，彩泥有点少了，再加一点，压平，取出来吧。这是什么好吃的水果呢？哇，是酸酸甜甜又美味的菠萝。小朋友们喜欢吃菠萝吗？小朋友们喜欢吃哪种水果呢？小朋友们，
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